这一天，大明王朝锦衣卫的下属监狱南镇抚司中又多了一名人犯。这个人就是明军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对于明朝官员来说，南镇抚司是地狱的另一个名字。作为锦衣卫的下属监狱，他直接听命于当朝皇帝，处理牵扯朝廷官员的大案。抓人、杀人，既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审理。残酷到极致的刑具，受审官员惨死的种种描述，是这座疯狂嗜血的地狱最为显著的标签。在南镇抚司的每分每秒，袁崇焕都在为自己命运的急转直下困惑不解。昨天他是万人敬仰、高高在上的明军统帅，转眼间他失去了一切，仿佛做了一场噩梦般深陷牢狱。直到此时，他都不知道自己罪在何处。一个月前，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避开袁崇焕苦心打造的山海关防线，绕到辽西，破长城喜峰口而入，随即攻陷遵化，直扑北京。京师震动，诏令各路兵马勤忙，关外的袁崇焕这才如梦初醒，从宁远昼夜兼程驰往京师。11月16日夜，袁崇焕赶在后金军队之前抵达北京。11月23日，袁崇焕抵达北京7天后，崇祯皇帝下诏在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敌军兵临城下，京师告急，皇帝的安危受到威胁。作为明军统帅，袁崇焕深知自己难逃其责。为了表示谢罪之心，他特意脱下官服，换上青衣，进宫面见皇上。见到崇祯之后发生的事情，袁崇焕做梦也没有想到，崇祯没有丝毫的慌乱和怨怒。他脱下自己的貂裘大衣，披在袁崇焕的身上，带着皇帝体温的貂裘大衣，让袁崇焕感到血脉奔张。作为臣子，除了感恩戴德，他只能下定决心，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打赢这场保卫京师的战斗。袁崇焕没有想到，所有的信任与关怀并不是白白支付给他的，日后这一切都将收取高额的利息。只过了8天，同样是在平台，皇帝再度召见袁崇焕时，态度突然变化。他一脸愤怒地质问袁崇焕与皇太极有什么密约。温文尔雅的崇祯转瞬间就露出凶恶的毒牙。还没等袁崇焕反应过来，
崇祯当场命锦衣卫逮捕袁崇焕，押送南镇抚司监狱。由座上宾到阶下囚，自己的命运就像初冬里的这场战事一样急转直下。袁崇焕百思不得其解。骤然卸去的铠甲没有让他感到丝毫轻松，相反，他内心焦灼无比。当凛冽的寒风在狭小黑暗的牢房中回旋，他常常看着窗外的一角天空发呆。天空下有遥远的辽东，只有那里才是他人生的战场。这场漫长的战事要追溯到13年前，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之后，建立大金王朝，正式开始与明朝分庭抗礼。2年后，萨尔浒之战以努尔哈赤的胜利告终，辽东形势空前紧张。公元1621年，松辽之战爆发，后金再次大败明朝军队，取得了辽东重镇辽阳。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明军愈发在与后金的对峙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东北边境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公元1625年，明朝辽东经略高帝下令撤除山海关外所有防务，军队一律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太过突然，关外守军毫无准备，匆忙退兵。然而在慌乱撤退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说，我绝不入关，就算只剩我一人，也要独卧孤城迎战敌人。这个人便是宁远守将袁崇焕。面对高帝撤退的命令，袁崇焕坚决守卫宁远的呼喊振聋发聩。然而这一切无法改变明军混乱撤退的局面。最终辽西一线只有宁远城孑然仅存。公元1626年正月14日，努尔哈赤统领13万大军开始向宁远进发。孤城一片万仞山，袁崇焕就在这样的凄凉无助中履行自己独卧孤城的诺言。后金军队有13万人，宁远守兵只有1万，实力对比悬殊。所有的明军都退到了关内，不肯出兵援救。悲观情绪弥漫，宁远必失。
正月二十四日清晨，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袁崇焕指挥城内守军以红衣大炮猛轰敌阵，宁远城的骨头似乎都被枪炮声震碎，凭借着令人胆寒的红衣大炮，小小的宁远城仿佛一座在大海中屹立的孤岛，将后金军队多次冲锋击溃。当飞扬的尘土渐渐落定，人们发现它依然完好，安然无恙。尸体堆满宁远城下，金兵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第二天清晨，努尔哈赤发动了新的进攻。经过前一天的激战，宁远已近崩溃。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只要最后一击，胜利触手可得。然而，历史就在不经意间悄然拐弯。在明军的一枚大炮射向城下，命中女真人一个黄色帐子之后，袁崇焕看到了令他匪夷所思的一幕：冲锋了两天的敌军撤退了。这一切来得太快，毫无征兆。突然间，这座孤城变得寂静，除了风声，袁崇焕再也听不到大炮惊天的巨响和震天动地的冲锋呐喊。他终于确信自己创造了奇迹。进攻的锐气突然减退，突然混乱了，怎么回事？其实是红衣大炮击中了他们的主帅。这时候努尔哈赤身负重伤，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在没人指挥的情况下，对宁远的进攻就戛然而止了。倾尽国力攻打宁远，原本胜券在握，不料努尔哈赤被红衣大炮榴弹击中，身负重伤。七个月后，努尔哈赤不治身亡。牢房里听不见大炮的鸣响和将士们的呐喊声，一切变得无比沉寂。黑夜像一堆石头挤压过来，让袁崇焕的回忆变得越来越虚弱。袁崇焕曾经以为宁远之战是他一生中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此时在漆黑的牢房中，他才意识到生命中的绝境那时还没有真正到来。你和皇太极之间到底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要杀了毛文龙？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京师？捉起一位，拿至殿下。崇祯多么希望昨日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敌军兵临城下，形势危急，
自己偏偏让手握兵权的袁崇焕入狱，这是一个多么不理智的决定。然而不这么做，崇祯实在难以平息心头的怒火。他曾经那么看重袁崇焕，他不知道命运为何会发生如此迅猛的变化，他更回忆不起来由爱到恨的转折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袁崇焕的名字是3年前，那时崇祯的身份只是信王。在朱由检成为崇祯之前，他独自居住在王宫中一座孤零零的小院子里，寂寞而忧郁的童年。伴随他成长的是皇兄对帝国极度的不负责任，以及宦官魏忠贤的疯狂。这种沉闷和窒息突然有一天被打破了。关外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宁远守将袁崇焕以10000兵力大败努尔哈赤130000大军，这是历年来明军在和金人的战斗中唯一的一次胜利。宁远大捷，这是袁崇焕在历史中的崭露头角。由此崇祯记住了袁崇焕这个名字。那时的朱由检预料不到自己的命运，但他已经显现出对统治天下有着强烈的欲望。袁崇焕的出现泛起他内心的涟漪。当失败自杀已成为习惯，胜利的旗帜就显得更加耀眼。正是从袁崇焕的身上，崇祯在这个被失望和无奈笼罩的帝国看到了一缕久违的阳光。宁远大捷一战成名的袁崇焕很快被提升为辽东巡抚，负责辽东及山海关等地防务。经过一年苦心经营，袁崇焕终于构建起关宁锦防线，完成了他主守关外的战略。然而对于袁崇焕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皇太极，而是他的同僚们。一个巨大的陷阱对袁崇焕虚位以待。在取得宁远大捷一年后，袁崇焕再次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这一次的胜利非但没有换来嘉奖，反而让袁崇焕陷入了猜疑和非议之中。虽然袁崇焕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他也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因为什么？因为当时锦州失陷，锦州失陷，很多人怪罪袁崇焕，说袁崇焕为什么你可以去支援，可以去营援的时候，你没有去营援呢？很多人用锦州的失守来做文章，弹劾袁崇焕。重要的是，天启皇帝没有给袁崇焕做主，他误信了他所亲信的人，所以袁崇焕被迫回到老家。辞官回乡的袁崇焕，远离了政治漩涡，在广东老家过起了诗酒相随的生活。两次战役的胜利换来的依旧是嫉妒和迫害，袁崇焕深感怅然失意。此时的朝廷早已不是一片净土，朝廷内的党争如同一条大河，波澜壮阔，枝杈纵横。
它的支流渗入王朝每一个细小的局部，即使走到天边也无法逃脱它的纠缠。袁崇焕深知，如果不远离政治的漩涡，自己的命运恐怕也不会比熊廷弼好出多少。在萨尔浒之战惨败以后，熊廷弼被推到前线担任了重要职务。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呢，使边境的局势大大好转。但是当他一路奏捷的时候，没想到受到了来自自己营内内部的人的攻击。他们说熊廷弼擅自假借名目增加粮饷，贪污中饱，于是这些罪名到了天启皇帝那里。天启皇帝把熊廷弼逮捕下狱。就在熊廷弼被关押在京师候审期间，袁崇焕特意前往狱中拜访。见面时他们没有过多的寒暄，话题就直奔辽东的作战方略。熊廷弼先问袁崇焕预备怎样对付金人，袁崇焕回答说，我主张守而后战。这个回答与熊廷弼的主张不谋而合。熊廷弼主张是先守后攻，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出击，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要以守为主。那么这时候可能主战的声音就会对他形成攻击。当时的情况是后金正在兴起，他的起势咄咄逼人。其实熊廷弼是要在避其锋芒，养我军之锐，锐气养成之后再出击不晚。意识到两人的战略主张极为一致，熊廷弼与袁崇焕一直谈到深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连门口的牢卒都困惑不解，这个候审的囚徒为什么因为一个陌生人的到来而变得喜形于色。袁崇焕与熊廷弼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两人相见不久后，熊廷弼被天启皇帝下令处死，他的头颅被传遍边疆以示警戒。当袁崇焕到达关外，熊廷弼的首级也被快马送来。这样的重逢让他肝肠寸断，亲眼看到熊廷弼的头颅挂在城楼上，袁崇焕不由得悲怆欲绝，但他却又不敢当众流露真情，只能在深夜被人私记，失声痛哭。熊廷弼作为袁崇焕所尊敬的人，他在屡立战功之后竟然得到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肯定会在袁崇焕的身上留下阴影。他自己的谋略和战略，他们自己的报国之志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候用一句老话说，难免是兔死狐悲，自己一腔热血在辽东战场报效国家，将来的下场究竟怎么样呢？所以这一个阴影在以后长期的他的官场经历上会持续发酵。党争的残酷与知己的惨死令袁崇焕心灰意冷。就在袁崇焕以为自己将在故乡终老之时，他的命运骤然间
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公元1627年8月，天启皇帝驾崩，把一个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帝国交给了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天启皇帝在咽气以前说了一句话，就是武帝当为尧舜也，就他比较看好他的武帝，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啊，觉得他能够成为尧舜。那么崇祯本人呢，他也是怀着一个尧舜之心，他想重振朝纲啊，想重新的让大明王朝的这个光辉重新绽放出来，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首先就是拔掉魏忠贤这颗毒瘤，第二个呢，他就是要把所有在魏忠贤擅政期间遭到诬陷、受到打击、不能够施展抱负的这些人给他们平反，启用他们担任重要职务。第三就是整顿边防，加强东北的防守，保证东北地区的安全。在扫平魏忠贤阉党之后，崇祯皇帝在第一时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都师蓟辽，并且下诏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在帝国内部，再也找不出一个像袁崇焕这样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官员。对于自己的判断，崇祯皇帝深信不疑。在漆黑的牢房里，袁崇焕不断反刍着那次平台召顿，似乎能够通过这种反刍为自己找到一丝光明。这一切都出于小人的陷害，自己一定还有生还的希望，因为崇祯绝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英明君主。一年前，正是他给遭遇阉党陷害的自己带来转机。一个臣子要觐见心中的英明君主，一位皇帝要召见自己少年时传说中的英雄，这注定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见面。顺着台阶，袁崇焕一步步走上宫殿，绕过一层一层的廊柱，来到平台。出现在袁崇焕面前的崇祯只有17岁，宽大的龙袍套在他的身上，使他的身子略显瘦弱，但他表情坚毅。看到这张脸，袁崇焕就看到了帝国的希望。在紫禁城的平台第一次接见袁崇焕的时候，袁崇焕的形象令崇祯有些许失望，因为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位帝国英雄并不如他想象中的那样威武高大。幸运的是，崇祯并不以貌取人，这个在他眼中几近完美的将才，仅仅因为魏忠贤的几句弹劾就被昏庸的皇兄罢职。只有自己能够意识到他巨大的价值。崇祯把袁崇焕当作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紧紧地抓住。崇祯上台不久，就在平台召对袁崇焕。作为袁崇焕本人来说，确实是有点受宠若惊，有点招架不住了啊。所以呢，当皇帝来向他询问啊复辽的策略的时候，
他就随口说出了一个五年复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意思就是说这个辽东的这样的一个边患五年我就可以平定。这是袁崇焕人生中一个最大的失误，他过于自信，这份自信可能来自他35岁中举以来仕途顺利，也可能来自他宁远宁锦的两场大胜。于是不把后金放在眼里，但最重要的还是他轻狂自傲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与生俱来，他意识不到，也自然无法校正。之后所有的悲剧均由这句话而起。袁崇焕很善于将自己逼到死角而浑然不觉，可惜的是崇祯相信了他的话。这是因为此时的皇帝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对于医生的任何许诺都深信不疑，诺言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幻觉，唯有在幻觉中他才能看见自己的活路。听了袁崇焕的汇报，崇祯皇帝心满意足地到便殿休息去了。兵部大臣许玉清十分疑惑，于是他向袁崇焕虚心讨教：你说五年可以平辽，到底有何方略？没想到袁崇焕回答说：辽魏上意。意思是先让皇帝宽宽心。袁崇焕的回答让许玉清心头一紧，他知道袁崇焕闯祸了。袁崇焕从他的那个兴奋当中他冷静下来，他意识到自己有点失言了，这个牛啊吹得有点大，那怎么办呢？他得往回收。所以呢，他就跟这个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第一个就是我要多少粮饷，你应该给我充足的供应。皇帝说可以。第二个就是那些能够用的人，该用的人你要把他们启用过来，那些不能用的人应该罢黜。再有，我要有权利，不能够有任何人撤走。实际上他暗示包括皇帝你也不要撤走，你既然任用我放心让我在外边去冲杀。皇帝一口答应，就把袁崇焕推到了最前线。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四大悬案：宰相上朝头颅离奇失踪，深宫雪夜上演俯身烛影，一代名将遭遇凌迟酷刑，两江总督当街遇刺身亡。触摸历史细节，层层剥茧抽丝，历史深处暗藏玄机。原本希望以这些近乎苛刻的条件让自己有机会收回五年平辽的誓言，没有想到皇帝一一应允，并赐给了袁崇焕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袁崇焕的轻言吊足了崇祯的胃口，让皇帝把帝国的一切希望都压在了他的身上。他给崇祯制造了垂死前的幻觉，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丝毫的后路。袁崇焕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许下的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诺言。萨尔浒之战后，大明与后金的攻守之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明朝控阻金军凶猛攻击已属不易，更谈不上收复失地。袁崇焕在南镇抚司的黑牢中已经度过了三个昼夜，时间停滞了一般。袁崇焕始终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下什么罪行，让皇上至今无法原谅。在黑牢里，他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着12月初1崇祯在最后一次平台召对时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为何要杀毛文龙？那一天同样是在平台，皇帝突然问出了这个问题，那张一贯和蔼可亲的面孔突然因愤怒而扭曲。袁崇焕一时间无言以对，他比谁都清楚，杀毛文龙的确不是一次意外。毛文龙是辽东地区的一员大将，因战功显赫，他被天启皇帝提拔为辽东总兵，率军驻守皮岛。由于皮岛地处后金、朝鲜和明朝的辽东之间，北岸海面80里即可抵达后金疆域，战略位置显得尤为重要。有毛文龙驻守皮岛，后金对明朝不敢举兵深入，因为一旦长距离作战，毛文龙的军队就有可能迅速从海面直抵后金疆域，从而切断金军的退路。率军进入皮岛后，毛文龙利用该岛的交通枢纽之便，几年间使得皮岛成为牵制后金力量的战略要地。但是同时久镇一方的毛文龙开始变得骄横不法，他虚报军饷啊，他向朝廷那个要饷多少呢？20万人的军饷，但他实际上他只有5万人，那15万人的军饷全落到他的头上了。他私自征税，就是对于这个海上来往的这些贸易船只他自己征税，但他这个征税呢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授权。但是朝廷一直没有除掉这个毛文龙，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所占领的这个皮岛和相关的一些岛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重要，对这个后金的军队有非常重要的牵制作用。鉴于毛文龙能有效地牵制后金，朝廷上下对他的不法行为并不加以制止。然而袁崇焕的眼里容不下这一切，在袁崇焕看来，只有杀了毛文龙才能树立他个人的威信，解决辽东的人事问题，使他成为号令全军的唯一主帅，进而实现5年复辽的宏愿。袁崇焕来说，问题不是杀不杀毛文龙，而是何时杀。公元1629年5月29日，袁崇焕以阅兵为名抵达皮岛。此时他不仅杀鸡已起，连杀毛文龙的方法都想好了。入其军，斩其帅。6月5日，袁崇焕抵达皮岛的第3天，一切正常，直到他跨入毛文龙的营帐。袁崇焕抛出毛文龙12大罪行，派人脱去毛文龙的官服，将他捆绑起来。所有一切猝不及防地发生，
毛文龙数千精兵就在营帐之外，但没有人敢违抗，因为袁崇焕拔出了皇上亲赐的尚方宝剑。毛文龙充满诚意地低头认错，和部下苦苦地求情，都没能改变袁崇焕的心意。他深信，只要杀掉了毛文龙，自己成为号令全军的唯一主帅，距离实现五年平辽誓言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局势尽在掌握之中，胜利就在眼前。袁崇焕被自己幻想的一切冲昏了头脑，手持尚方宝剑，袁崇焕终于说出了他的心声：今日杀了毛文龙，本都师若不能恢复全辽，愿视尚方宝剑偿命。毛文龙用自己的死证明了他对帝国的忠诚，也让袁崇焕面临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他假冒皇上旨意杀掉了重臣，如此欺君之罪，若要清算，必然将难逃罪责。深知此事的严重性，诛杀毛文龙之后，袁崇焕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罪。袁崇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等来的竟然是一份嘉奖。6月18日，崇祯发布诏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同时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加以奖励。这份嘉奖突如其来，令袁崇焕措手不及。惊喜过后，他多日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他确信皇上对自己有了完全的信任。袁崇焕彻底想错了，崇祯是这么说的，但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尽管毛文龙骄横不法，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但无论如何他罪不至死。擅自处死了独当一面的辽东统帅袁崇焕，嚣张跋扈到了如此地步，即使再惊骇再愤怒，最终崇祯还是决定忍下这口气。既然刚把辽东战事全盘托付给袁崇焕，把他视为力挽狂澜的不二人选，那么追究处死袁崇焕之罪，也改变不了毛文龙已死的事实，反而有可能影响五年平辽大计。毕竟袁崇焕的誓言是那么的诱人，崇祯愿意赌上一把。当崇祯强颜欢笑，下诏赞扬诛杀毛文龙之举以笼络袁崇焕时，他的内心惦记的是那个许诺。只要袁崇焕能兑现五年平辽的诺言，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崇祯把自己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都压在袁崇焕一个人的身上，他可以为了这个结果赌上自己的一切。然而此时手捧着皇帝嘉奖令的袁崇焕并不知道，
那些无上的荣耀里已经埋伏了巨大的凶险。公元17世纪初，明朝东北边境危机重重，面对后金军队步步紧逼，明朝关外守军慌乱撤退，辽西一线唯有宁远城孑然仅存。宁远守将袁崇焕在凄凉无助中履行自己独卧孤城的诺言，以10000兵力大败后金13万大军，取得了宁远大捷。袁崇焕就这样从血泊中竖起了自己的旗帜，成为了崇祯皇帝心目中大明帝国最后的救星。在扫平魏忠贤阉党集团之后，崇祯在第一时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面对皇上的恩宠，袁崇焕亲率许下5年收复辽东的诺言。袁崇焕给崇祯制造了垂死前的幻觉，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丝毫的后路。为了一己私利，袁崇焕擅自处死独当一面的辽东统帅毛文龙。不久，失去牵制的后金军队举兵深入，直逼京师。敌军兵临城下，震怒之中的崇祯下令罢免袁崇焕官职，将他打入南镇抚司监狱。在南镇抚司的每分每秒，袁崇焕都在为自己命运的急转直下困惑不解。终于在不知道等待了多少个昼夜后，袁崇焕听到了牢门打开的声音。袁崇焕做好了出狱的准备，他甚至已经想好，如果来人带来了圣旨，自己必然要再三叩拜，以感激皇上的英明。袁崇焕的幻想终究破灭了。来到狱中的官员没有带来释放袁崇焕的圣旨，他们带来的是一个惊人的消息：袁崇焕被收押待审后，他手下一员大将祖大寿弃守京师防线，率关宁军队返回山海关。就像当年熊廷弼的头颅传手九边，这个对这个边关将士的这个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一样，袁崇焕下狱也让他手下的将士们心灰意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他手下的将领祖大寿率领军队撤了，就是不参加这个京城保卫战了，自己走了，不干了。京师危急，急需关宁军队保卫京师，唯有袁都师的手谕能够召回祖大寿。官员们一番劝说，字字句句十分在理，然而袁崇焕始终没有点头。他说这个祖大寿啊，过去是我的部下，他听我的话呢是因为我是他的上司，那么现在我已经被罢官了，我已经下狱了，我是朝廷钦犯，我已经不是他的上司了，那祖大寿凭什么还听我的呢？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呢，冠冕堂皇地拒绝了朝廷希望他来劝说祖大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这个袁崇焕说的是冠冕堂皇，别人很难反驳，但从另一个方面呢，也反映他内心里面的那种失落，那种愤怒，那种苦闷。
袁崇焕始终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下什么罪行，让皇上至今无法原谅。在黑牢里，他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着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在最后一次平台召对时所说的那一句话：“你和皇太极之间到底有什么秘约？”崇祯声色俱厉的逼问，让袁崇焕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和皇太极议和，那是一个迫不得已的缓兵之计。诛杀毛文龙所引发的后果远远超过了袁崇焕的预料。失去了毛文龙的牵制，金军开始蠢蠢欲动。不仅如此，毛文龙一死，他的部下纷纷叛变投靠后金，局势一时间难以控制。在毛文龙被处置以后，实际上前线的形势一变，一个主要的大将没有了。这时候呢，袁崇焕也知道他需要重新部署。他怎么样得到时间呢？一个办法就是和敌方议和。借议和之举争取宝贵的时间，是袁崇焕对形势做出清醒的判断。然而他采取的方法依旧是先斩后奏。那为什么私自去议和呢？他为什么不像得到皇帝的允许之后再去议和，不是更好吗？啊，一方面呢，是他觉得这个朝廷运作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一进入朝廷这个官僚体制当中，那么他的这个提议就会议而不决，决而不断的在议啊，什么时候能落实下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等落实下来以后呢，就可能错失良机了。他觉得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他的性格，就是说他缺乏现实运作的能力，他在政治上过于幼稚，他认为自己认为对的就要去做，但是你做如果没有皇帝允许的话，那么将来可能全部都成为你的罪名。袁崇焕与皇太极私下和谈，自以为天衣无缝，无人知晓。他不曾料到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崇祯的耳朵里。为何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崇祯深感不悦。不久后，袁崇焕的又一个举动再次触碰了崇祯敏感的神经。这一年冬天，蒙古与后金发生严重的饥荒，饿殍遍野，人困马乏。当时由于小冰川气候的影响，东北饥荒已经成为常态。于是蒙古诸部向袁崇焕请求开跳互市。袁崇焕呢，要卖粮食给蒙古人，他的用意呢，就是想借机拉拢蒙古人，不要蒙古人跟这个后金联合。那面对这个袁崇焕的奏折呢，崇祯皇帝有一个批示，就是他没有驳袁崇焕的面子啊，觉得可以卖，但是这个卖要严格，就是说要按人卖粮，按人计算口粮啊，就保证他们这个蒙古人不被饿死啊，但是呢，绝对不能多卖。崇祯下了严令，只准按照人口数量卖粮。正是为了避免蒙古部落买下粮食后转手去救济后金。不久之后，崇祯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在这样一个粮食欠收的年代，本应该绝对禁止粮食出口，可是袁崇焕却慷慨地把粮食卖掉，让大明帝国宝贵的粮食通过蒙古人大量外流到金人的手中。袁崇焕刚愎自用、不拘小节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
在私自议和和卖粮这两件事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实干家，他能够根据前线局势的变化做出很迅疾的反应。但另一方面，他刚愎自用，我行我素，不跟别人磨合。而且恰巧这个皇帝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特征注定了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只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擅自议和触犯朝廷大忌，私卖粮食导致粮食流入后金，身陷牢狱之中的袁崇焕此时终于意识到，正是自己在此前的所作所为给这项空洞的罪名添加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证据。皇上必然是听信了重伤自己的谗言，才会在平台之上不容辩解问出了那个问题：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面对皇上的质问，袁崇焕一时语塞。这一次皇太极的用兵之举确实出其不意。一个月前，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避开袁崇焕苦心打造的山海关防线，绕到辽西，破长城喜峰口而入，随即攻下遵化，直扑北京，京师告急，袁崇焕这才如梦初醒，从宁远昼夜兼程赶往北京。11月初9，袁崇焕抵达冀州。他比这个皇太极提前2天赶到冀州，他就是想把冀州作为京城之前的一个防线，站住这个位置，不让皇太极继续前进。他非常自信，他认为皇太极一定会攻击冀州，他要在这个地方跟这个皇太极的军队决一死战。袁崇焕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不幸的是他做出的是又一个错误的决定。在得知袁崇焕坐镇冀州后，皇太极避实击虚，趁夜绕过了冀州，直逼北京。宁远、锦州、冀州这些防线的不战而失，让袁崇焕一下子失了底气。此时的袁崇焕只想牢牢地抓住最后一点本钱，使自己不至于全盘皆输。对他来说，最后的筹码就是京师。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这是崇祯多日来一直埋在心底的困惑。皇太极率领军队避开冀州，直逼北京，整整5天，袁崇焕对敌军只追不击，一场仗也没打。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袁崇焕究竟是要干什么？所以谣传就开始出现了，是袁崇焕把敌人引到京城城下，本来关外很多的地方可以守而不守，可以阻截而不阻截，他跟在敌人的身后，哪有一个前方阻挡敌人反而在敌人身后跟随的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蹊跷而引起别人怀疑的这样一个战术。对皇太极一路只追不击，袁崇焕的确别有用心，坚持不在北京城外围作战，而是诱敌深入，是因为他决定拿出对付金军最有效的办法，主守后战。8年前，在和熊廷弼的会面中，
袁崇焕确定了对后金主守后战的作战原则，也正是秉持着两人相同的战略方针，袁崇焕在十万大军的冲击下守住了宁远孤城。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皇太极的军队在野外交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军，恐怕也难以占上风。要彻底击败金军，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炮。毫无疑问，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袁崇焕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计划以京师作为依托，痛击后金军队。袁崇焕坚信，抵达京师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袁崇焕的计划无懈可击，堪称完美。但是这一次，他注定会失败，因为袁崇焕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漏洞。这里不是宁远，不是锦州，而是住着大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北京。袁崇焕认为他自己进行京城保卫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策略，但是皇帝恰恰不这么想。你当年这个袁崇焕，你说五年复辽啊，夸下那样的海口，现在几年刚过去，三年刚过去，复辽遥遥无期，不但没有复辽，人家皇太极已经打到我们京师城下了，这个有点让这个崇祯皇帝有点受不了了，他觉得自己的心理底线再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作战方案了。不让敌军打进首都，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的底线能比这更低了。然而袁崇焕偏偏要自己做主，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拉开了京师保卫战的序幕，让宫殿里的崇祯心惊胆战。11月23日，袁崇焕抵达北京的第六天，皇帝下诏在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誓言墨迹未干，首都转眼就成了战场。崇祯气恼之余，还多了一种被欺骗的愤怒。深知处境不妙，袁崇焕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了表示谢罪之心，他特意脱掉了官服，换上了青衣。当袁崇焕步履沉重地走上宫殿的台阶，他看见皇帝迎风站在台阶上，脸上没有丝毫异常的表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仿佛是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见到袁崇焕后，崇祯没有发火，没有训斥，他脱下自己的貂裘大衣披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被关押在南镇抚司的这些日子里，袁崇焕不止一次想起这个瞬间。当带有皇帝体温的貂裘大衣披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感到血脉奔张，他突然有种流泪的冲动。一年了，寸土未复，自己冲动之下诛杀了牵制金人的毛文龙，引来了皇太极十万大军直逼京师，皇上没有一句怪罪的话，
作为臣子，此事除了感恩戴德，袁崇焕只能下定决心要为皇上流尽生命中最后一滴血。事实上，当崇祯把貂裘大衣披在袁崇焕身上的那一瞬间，有无数的疑问纠缠着他。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京师？大敌当前，你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和皇太极之间究竟有什么密约？崇祯多么想把这些问题统统抛出来，让袁崇焕一一回答。然而，最终他什么也没问。皇太极的十万大军还在北京城外，自己还需要用这件名贵的衣服换来难以计算的回报，那就是袁崇焕的赴汤蹈火。崇祯对自己有着非凡的忍耐力感到惊讶，他没想到接下来袁崇焕的表现更令他震惊。袁崇焕面对崇祯皇帝，面对着满朝的大臣们，他就极力的夸张后金军队的强大，他甚至放言说，这个东人啊，就是后金的部队啊，皇太极啊，他们到这儿来是做皇帝的，他们已经算好了哪天要登基当皇帝。作为一个明朝的大臣，作为一个担负着边疆守卫的这一个封疆大吏，在皇帝面前说敌方要来到京城做皇帝，是威胁皇上吗？在袁崇焕自己看来，说敌人很强，他们的力量很大，我没办法，我今天这个处境。可是在崇祯皇帝听来，这带有威胁性啊。难道袁崇焕你是给敌人来献计议和吗？你是给敌人做说客吗？袁崇焕自以为聪明，能把皇上给蒙蔽过去。袁崇焕没有想到，本已对他起了疑心的崇祯，从这话里听出了蹊跷。如果不是袁崇焕和金人有密约，他又怎么能知道皇太极要在这金銮殿里登基？此时，崇祯终于恍然大悟。最不可理解的，袁崇焕尾随皇太极的部队来到京城，他并没有马上跟敌人交战，而是提出要进城休整。什么意思？打开城门让敌人进来吗？可是袁崇焕呢，不这样想。他想，不久前满贵比自己地位很低的这样一个将领，他在京城之外作战，因为战事疲劳都被收进瓮城当中休整，我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将，我的军队不能进城休整呢？其实军队边军来到京城，这就是一个大忌。那么边军如果进到京城，更是一个大忌。袁崇焕又一次犯了大忌。崇祯拒绝了袁崇焕率兵进城休整的请求。这一次平台找对，就这样看似平静地结束了。对于崇祯来说，他已经从无数的疑惑中解脱，得到了自己的答案。擅自议和，与皇太极秘密勾结，
通过边界贸易将粮食转卖给金人，杀死毛文龙，为金军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袁崇焕的行迹不仅处处可疑，而且环环相扣。后金军队南下后，他又放弃外围抵抗，直接退至京师。难怪京城里袁崇焕通敌谋叛的传闻甚嚣尘上。这一天，崇祯下了最后的决断，袁崇焕不可再用，但除掉此人还尚待时日。11月27日，袁崇焕在京师左安门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四天前，皇帝披在他身上的貂裘大衣已经换成了厚重的铠甲。他知道皇帝给予自己的所有信任与关怀在此时此刻需要最富有诚意的回馈。袁崇焕列队于城外，因为不能入城，他只能背城布阵。背对着冰冷的城墙，在凛冽的寒风中，袁崇焕面对着皇太极和10万大军，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最后一战。袁崇焕和他的关宁铁骑用血肉之躯筑起的人墙抵挡住了进攻。5个小时的激战，金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胜利告终。左安门大战胜利3天后，崇祯再次传令召见袁崇焕。召见的理由是发放军饷。此时袁崇焕和他的军队依然被拒之城外，没有人为他打开城门。迫于无奈，袁崇焕不得不从城下坐着吊篮入城。堂堂大明王朝的统帅以这种方式入城觐见皇上，危险的信号此时已经隐现，但袁崇焕浑然不觉。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袁崇焕第三次见到了崇祯。第一次来，袁崇焕说出了5年平辽的誓言，崇祯赐给了他尚方宝剑。第二次来，兵临城下，崇祯亲自为袁崇焕披上了大衣。第三次来，8天前还满怀深情厚谊的皇帝，转眼间露出了凶恶的毒牙。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你和皇太极究竟有何密约？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崇祯终于问出了很久前就想问的问题。袁崇焕的沉默激怒了崇祯，他更加确信眼前这位自己最为看重的忠臣默认了一切罪行。震怒中的崇祯下令锦衣卫脱去袁崇焕的官服，将他打入南镇抚司监狱。
如果在左安门一战中战死，会不会是人生最完美的归宿？在黑暗狭小的牢房里，袁崇焕不止一次这么问过自己。为了能再见到皇上，袁崇焕终于下定决心，写一封书信给带兵出走的祖大寿。他请求这位将自己视为恩人的部下，带兵返回京师，杀敌立功，为自己赎得一次辩白的机会。那么祖大寿在接到袁崇焕的书信以后呢，果然带着他的关宁铁骑啊，返回了京城。那么在京城外围呢，跟后金部队英勇作战，收复了很多的失地。这皇太极啊，已经受到了一定挫伤之后，他担心自己孤军深入，这个战线拉得太长，他觉得怕被断了后路，很不安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就带一方面是袁崇焕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另一方面崇祯在对待袁崇焕的一些错误的问题上，他采取的策略也是有所失误的啊。一个呢是在卖粮的问题上，崇祯明明知道有可能这些粮食落到后金人的手里面，但是呢他没有驳袁崇焕的面子，而只是加以限制，他就说必须按人口来供给粮食，不能多给粮食。他这道上谕发到这个袁崇焕手里之后，实际上也把这个弹性给了袁崇焕，等于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袁崇焕的刚愎自用和自以为是。另外呢，就是在杀毛文龙这个问题上，皇帝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呢他觉得人已经死了，现在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也挽回不了了，他没有及时的去惩戒这个袁崇焕。崇祯的纵容鼓励了袁崇焕的冒险，放大了他刚愎自用的缺点。然而一旦失败，这些就全部成了袁崇焕的罪过。一个爱惜英雄的皇帝与一个忠心报国的英雄，他们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互补，相反却强化了各自的性格缺陷，层层推演，彼此互动，陷入恶性循环而不可救药。祖大寿的军功并没能拯救袁崇焕，但是却延迟了崇祯皇帝处理袁崇焕的这样的一个期限。那么12月1日平台召队将这个袁崇焕下狱，那么这个中间有9个月的时间，9个月的时间很长，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崇祯皇帝他没有想好怎么去处理袁崇焕。在崇祯没有想好之前，袁崇焕只能继续等待，等待着皇上给自己一次辩白的机会。开放米市是为了拉拢蒙古人，避免他与金人联手对付大明。与皇太极议和是为了争取时间备战，退守京师是为了诱敌深入，
痛击敌军。至于自己在金銮殿上放言金人要来此做皇帝，是要提醒满朝文武敌势强劲，应力促议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从朝廷的利益出发，只要能说出这一切，皇上一定能够原谅自己的失误。在明朝党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呢，袁崇焕再次成为很多官员的靶心啊，很多人是落井下石，欲除之而后快。一份更加厉害的诏书出现了，这个奏折说什么呢？是说这个袁崇焕跟这个朝臣内阁大臣乾隆熙秘密勾结，他曾经行贿乾隆熙，而且呢，这个弹劾的奏折呢，惟妙惟肖，贿赂的两万这个银两放在什么地方都说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个呢，是捅住了这个崇祯皇帝的死穴。内阁的大臣，就是重要的这个朝臣，跟边疆的将领之间勾结，是一个大忌。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要谋反。这些上书字字见血，比皇太极的反间计要毒辣得多。袁崇焕即便躲得过皇太极的反间计，也躲不过这些明枪暗箭。他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他的所有努力似乎都在证明那些如山的参劾奏书中的指控。袁崇焕越是努力，就在黑洞中越陷越深。崇祯把自己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都压在袁崇焕一个人的身上，怎能不输？而对于袁崇焕来说，一双双幕后黑手兴风作浪，皇上赌输了一切，他又怎能不死？在袁崇焕被关押九个月后，崇祯再度驾临紫禁城平台。在这里，崇祯做出了凌迟处死袁崇焕的决定。紫禁城的平台仿佛是袁崇焕人生的坐标，记录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由荣到衰，从生到死。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四大悬案：宰相上朝头颅离奇失踪，深宫雪夜上演俯生烛影，一代名将遭遇凌迟酷刑，两江总督当街遇刺身亡。触摸历史细节，层层剥茧抽丝，历史深处暗藏玄机。处决的诏令到达南镇抚司监狱，罪名没有出乎袁崇焕的意料：通鲁谋叛，擅主合议，专录大帅。这正是皇上在平台上质问他的三个问题。唯一让袁崇焕没有想到的是，处决的方式是最为残酷的刑罚——凌迟。凌迟就是我们平时口头上说的千刀万剐，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酷刑。那么凌迟的刀数是多少呢？千刀万剐，一刀一刀的把这个犯人身上的肉给割尽，而且呢，在这个割的过程中呢，不能让犯人死去，还要最后才死。此
此时的袁崇焕终于明白，皇上对他的仇恨已经到了极点，仅仅杀死他已难以消解心头之恨。史料没有记载，或者说不忍记载，但根据明朝的凌迟风格，应在3000刀以上。这就是袁崇焕出生入死为国效忠所得到的全部奖赏。把这个袁崇焕凌迟以后，崇祯仍然觉得没解心头之恨，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凌迟割下来的袁崇焕的肉，标价卖给这个京城的市民。当时北京的市民因为受到那种舆论的误导，也非常的痛恨袁崇焕，所以呢，形成了这个市民争购这个袁崇焕的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都觉得自己吃一块袁崇焕的肉可以解心头之恨。耐人寻味的是，袁崇焕死后，崇祯心头之恨并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袁崇焕误朕变成了诸臣误朕，一切都是他人之过，而自己永远正确。14年后，当京师被李自成大军包围之时，崇祯举起了屠刀，把宫廷变成一片血海，最终无人可杀了。他只好在绝望之际跑上眉山，将一袭白练抛在树杈上，自己杀死了自己。直到那时，人们才隐约记起，曾经有一个叫做袁崇焕的将军，在行刑台上最后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袁崇焕的希望最终落空了。在他死后，帝国英雄如走马灯般轮番出场，只是这个王朝再也找不出像样的忠臣了，他们的心凉了，血也凉了。袁崇焕死后14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剃发降清。在他看来，随着一个个忠臣良将在帝国绞肉机的碾压中发出凄厉嚎叫，大明王朝所标榜的那一套君臣忠孝伦理早已经破产。吴三桂终于低下了他桀骜不驯的头颅，任缕缕长发随风飘落，山海关的东门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清军如潮水般涌了进来。